大家好，我是星辰，我现在在沈阳市区最繁华的两个区之一的沈河区，另外一个区就是沈阳站那边的和平区了。这两个区都是沈阳中心城区。那么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带大家逛一下沈河区这边的中街、步行街周边的街景。那么大家知道吗？沈河区是沈阳市的政治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旅游胜地和开放门户，是全国城区中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业区。我现在我的右手边是皇城红龙广场，位于中街步行街，一直往前是正阳街，我的右手右转是圣经龙城，带大家走进逛一下。圣经龙城位于沈河区北中街路116号，这里就是圣经龙城西区的入口。那么大家知道吗？现在的圣经龙城是原来的玉龙城，升级改造后啊，改名为圣经龙城，于2020年10月1日正式开业。中街圣经龙城坐落于历史悠久的沈阳中街，是汉王宫及豫亲王府的旧址，独具皇城特色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中街圣经龙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它的全称是中街圣经龙城文化休闲广场，也是中国东北首座16万平方米集文化、旅游、休闲、购物、餐饮、娱乐、亲子等业态于一体的大型家庭休闲文化商业综合体。这是马家烧麦圣经龙城店。马家烧麦是沈阳最早的回民饭店，始创于1796年。沈阳马家烧麦它历经200多年的演变发展，现已成为驰名中外特级回民饭店。这里也是圣经龙城出入口之一。这条大马路是北中街路，旁边是北中街公交站台。圣经龙城和它的公交站台啊，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风格。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圣经龙城广场的北侧，一直往前走就是汉王宫遗址陈列馆，是免费开放的。这是圣经龙城东区的南一门，天生福地。中街圣经龙城啊，它的外观建筑风格是明清时期的建筑，非常的古色古香，是一处啊充满国潮风的网红打卡地。另外啊，整个圣经龙城的建筑风格啊非常的有韵味，虽然是一处购物广场，但是在其内啊却有着不同风格的装饰。比如说最受欢迎的圣经天目老街，整条老街的装修风格很古朴，红木结构啊，再配上老上海的招牌风格，再加上一些近现代的历史照片，整体上虽然给人一种混杂的感觉，但不得不说啊，这样的风格啊古色古香的。在这条老街上还有能够看到八王寺、老龙虎等老字号的招牌，很多80后听到这些名字啊都会被勾勒起内心的回忆，这些老字号可谓是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另外这里还有相声茶馆供游人体验欢声笑语，以及众多现代有名品牌的餐饮、特色小吃、糕点、饮品等等。总体来说啊，来这里逛街可以拥有更全面的感受。我现在来到了沈阳春天啊，它就位于中街步行街这边。这是沈阳非常出名的春天商场啊，大春天、小春天都在中街步行街上，两座商场相对开着。小春天楼体啊是沈阳老建筑，门口有简介，原名永利商场，建筑很漂亮。小春天有点小一窝的感觉啊，进门分楼上楼下两层，都是一些便宜好玩好用的东西，比较日常，有生活气息，很多当下时兴的东西这里都能够找到，而且还能讲价，这个最重要，物美价廉。我现在来到了中街沈阳春天商场啊，这边的外墙这边继续往前就来到了沈阳四平街，也就是中街步行街这边了，从这里也就是进入沈阳中街了。一直往前就是明清建筑的牌坊四平街，大家走近看一下。我左手边还有家老鸭粉丝和麻辣烫的餐饮店。四平街这个牌坊穿过去就到达了沈阳中街。我现在来到了沈阳北顺城路这边，
这边有共享自行车，也有共享电动车。这是它的交通导示牌，北顺城路东西方向。我现在来到了胡同里中街店，它是位于中街路268号，沈阳一天假日世界。在一天假日世界的对面就是沈阳小双饼大世界了，它是位于东顺城街19号，中街地铁站 A 口步行330米就到了。继续往前就来到了新玛特中街店，位于小东路1号。大家走近看一下，在红绿灯的右手边就是沈阳中街的一个入口处，在这边人是非常的多，它的对面就是国美电器和新玛特了，这边也是非常的繁华。我现在来到沈阳市大东区东顺城街61号这边，东中街公交站台附近这边的小区，我感觉这边好像是图文广告一条街。现在这个小区在升级改造，我的右手边那个围墙用灰色砖砌出来的，应该都是老小区升级改造之后的样子了，非常的好看。在我的前方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红绿灯这边。红绿灯直行往前就是沈阳非常有名的大东富时商场。我现在来到了沈河区皇城街道沈阳路196号，我的右手边有好多婚纱店啊。女王嫁衣的旁边是卖东北特产批发的。继续往前就来到了新会广场，新会广场的对面是商业城钟楼公交站台，右手边就是新会广场的第一夫人皮草生活体验馆。继续往前，我的右手边有个四季吃面馆，这家面馆一般要吃面要到老四季吃面馆，其他都是保名牌。前方还有一个沈阳比较有名的老边饺子了，这家是正宗的店，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它是位于沈河区中街路208号，也就是中街地铁站第一出口旁。老边饺子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传统特色名菜，也是沈阳的特产。该菜品历史悠久，从创制到现在已有180多年的历史。老边饺子中街店就位于中街步行街这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繁华，大家看一下我周边的环境。时间过得很快，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